我把孩子带走。啊！胡老爷！胡老爷！胡老爷！ 神了，他每次都是爆发。哎，李青，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技术，再来一次。今天是全满福酒楼开张大喜的日子，我们顺家班前来道贺，我们先祝酒楼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既然是开张大吉，就要给大家送上招牌菜了。不晓得酒楼的招牌菜是什么呢？ 我们酒楼的招牌菜啊，是豆瓣活鱼，那是远近闻名啊，可堪称一绝呀！是啊，各位，在下普云，是顺天笑的徒弟，今天奉师命前来道贺，想请问贵酒楼的豆瓣活鱼是鲤鱼呢，还是鲫鱼呢？鲤鱼，三斤朝上，鲜活的鲤鱼，看。 现在鱼有了，料是什么？郫县的豆瓣，加上葱姜蒜为佐料，汤要用熬一夜的肉扒。哎，老板，等等。好，现在料已经有了，但是我呢，只懂变戏法。 不会做菜，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厨房去。嗯，好香啊！闻到了吗？各位啊，看好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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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你们俩头一天挑班出去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给。哎哎哎，这是人家给你的红包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？这红包师姐也有一半的。我，钱你就别给我了，给我买样东西吧。好。
哎呀，顺班主啊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这钱确实少了点，可是这兵荒马乱的。哎，我明白，这日本人一打过来，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啊，是啊是啊，韩管家您放心，我会带着班子尽快启程，一定准时赶到韩府驻守表演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我还怕您啊推脱不去呢。那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您慢走。哎，好好。啊，慢走。哎，慢走。这已经不算少了，真是大不如以前了。我看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。咱们现在还剩多少钱？还能维持几天吧。你看，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，还是找个大夫看看吧。哎呀，都是老毛病，有什么好看？再说了，现在手头这么紧，班子里十几号人等着吃饭呢。这个账啊，什么时候算个头啊？大夫，怎么样？哎，夫人的病是旧疾吧？嗯，这旧疾根未除，也算不得什么大病，但是他的脉象微弱，耗损又严重，像是近日劳累过度，又染上了风寒，又未及时诊治，这病已经进到脾肺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吃药，然后好好的养。只是要想治好班主夫人的病啊，哎，这得花不少钱呢。那得多少钱呢？得这个数吧。20块大洋，200大洋恐怕都打不住啊。我不吃药，娘。哎，这不吃药可怎么行啊？啊，你来，来。这样吧，我这里有个药方，专门治这个病的。你拿去，看着办。有钱就抓药，没钱就先抓几副，慢慢凑合着，再去筹钱也行。这夫人的病啊，真的是不能再耽搁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啊，走啊，好好好。爹，这叫200大洋啊！我们现在连20块都拿不出来。那总得想想办法啊。明天先把韩家的堂会演了，这次人家好歹给了10块大洋，可以先给你娘抓几副药。啊，师娘怎么样？这熬的是什么药？师娘没事吧？我娘的病是年轻时落下的，一直也去不了根，这两年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我爹现在连小堂会都接，就是想多攒点钱给我娘治病。没事，有我呢，还有其他师兄弟，放心吧。
么回事啊？这是。不是说好十个大洋吗？孙班主，您就别客气了。我知道，以前年景好的时候，请你登门，最少也得20块大洋。啊，就是你的徒弟，普云，也得10块大洋。今天你们二位都来了，戏法演得也很精彩，30块大洋，不多，不多，不多。啊，那就谢过韩老爷了。啊，谢谢。今天请班主来，一是给老太太贺寿，二来呢，还有一事想和班主商议商议。韩老爷有什么事情？您请说。啊，韩老爷，我女儿和徒弟都不是外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，但说无妨。不瞒班主说，我们韩家几代单传。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说来很怪，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可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药罐子，身子骨一直不好。哦，仗着家里有点底子，一年80副人参鹿茸喂着，还能勉强是个正常人。哦，韩老爷您是个大好人，公子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前不久我请人给他算了一卦，算得还不错。说只要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姑娘成婚，儿子的病就会好起来。班主，我是个爽快人，就直说了吧，我想跟你攀亲家。什么？亲家？正是。是啊，是啊。班主，顺顺是个好姑娘，在这之前，我找人给她批过八字，和我儿子志林的八字很合。今天又见到本人，如果顺顺能够嫁到我家，那是大少奶奶，绝对不是二房，更不会做小妾。那是那是。韩老爷，这个他，班主啊，婚姻大事还得征得夫人的同意才行，那就等你回去以后商量一下再说。嗯，今天初六。15是个好日子，时间是有点紧，但是您放心，我韩家办婚事一定不会草率的，聘礼嘛200大洋。慢点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姐，演出顺利吗？怎么，韩父没给钱啊？到我房间里说。师父没拒绝韩家？没有。那师姐呢？师姐什么态度啊？师娘等钱抓药，咱们又没钱，那只有这样了。也是，师娘只有一个，男人多的是。顺顺为了师娘，说不定真的会答应。哎，你呢？你什么态度啊？
我什么态度？我要是能拿得出200大洋，我肯定不会让师姐嫁人。就是，200大洋，真是个大数目。从哪儿找？师妹啊，这200大洋，我真的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弄。就是现在有人能出200大洋买我这条老命，我都愿意，我都不会让女儿她。我的话白说了是不是？不光是女儿，还有云儿呢，你就真的忍心拆散他们俩吗？你真不觉得我那么狠心吗？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可是现在还有什么能比你的命更要紧呢？女儿嫁过去她还是我们的女儿，云儿那边啊，日后给她张罗个好亲事就是了。可是你的病要是不治的话，我说不治就不治。你要是敢大言寒讲，我就立刻死给你看。安静一下，你让我静一静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顺顺姑娘，请。顺顺姑娘这么晚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愿意嫁入我们韩家吗？是。顺班主任，师姐，我娘最近一直生病，
我爹要留在客栈照顾他。婚姻大事，顺班主不会这么草率吧？我都亲自来定亲了，韩老爷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既然顺顺这么愿意，是啊，我们也再也高兴不过了。但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爹娘把我养大非常不容易，现在爹娘年纪大了，本来我是想留在顺家班好好照顾他们，可是日后嫁了过来，恐就不能在爹娘身边尽孝了。现在我娘有病，治病需要花钱，治好了病，我也不想再让他们过现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，所以我想能有点余钱，让我爹娘能回老家安置下来，过几年舒坦的日子。难为你有这样的孝心。你说多少聘礼合适？500大洋。明天天亮后，你准备600大洋到顺班主那儿下聘礼。是。难得有顺顺这样的姑娘做我们的媳妇，这也是修得的福分啊。谢谢韩老爷和夫人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那我就不远送了，二位慢走。慢走啊。这个呀，娘准备给你出嫁的时候戴的，你要是愿意呢就收下，你要是不愿意呢，娘就拿去剪了。哎呀，娘，娘。200块大洋回来，你把师姐留住。楚风，好，押住了。哎，押了，押了啊！押的，押的，押了，押了。哎，这把牌怎么样？押了，押了。来来来，押什么？押什么？押什么？10个大洋。来来来，啊啊，压的压的啊！哎呦，天牌！哎呦，停上！又全赢过来。30个大洋。
回事？有个年轻人赢得有点邪。怎么个邪法？一直在赢。没有人会一直赢。当然没有人会一直赢。他出签了？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出来。进来。江老板，杨老板。嗯，是你跟他玩牌九了？是，刚开始玩的是骰子，他的赌法很奇怪，每次都全押上，赢了之后再都押上。哦，这种玩法不多见呢。那他在桌上现在一共赢了多少了？刚才我下来的时候一共有64个大洋。一块大洋赢到64块大洋，那就是连赢了6把呀。走，看看去。年轻。好，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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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稳啊！坐稳啊！坐稳啊！哎，今儿一定满载而归。哎，就是。哎，哎呀呀呀呀！等一下。呀呀呀！大爷，大爷，坐赢啊！一把打少赢啊！我姓杨，这位兄弟贵姓啊？姓赵。今天赵兄的手气很旺啊。一般般。杨某不才，经营了10几年的赌场，还没看过谁能连赢10把。可赵兄今天可是没有10把，只有9把。我特意来陪赵兄玩这第10把，您看如何？别走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赵辉兄稍安勿躁。您看这样，别走啊！这第10把你要是赢了，我连本带利给你1000块大洋。1000块！你要是输了，这桌上1半的钱都归你，如何呀？你说了算吗？在这个台子上，我绝对说了算，而且说话算话。你不赢钱，你为什么赌？我就想看看，在这牌九桌上有没有人能连赢10把，如何？哎，好，赌，哎，好，赌，好，赌，压好，哎，赌，好，赵勋痛快，揭牌。就凭你这点伎俩到我厂子里来出签，我是该说你胆子大呢，还是见识短呢？牌九嘛，其实很简单，不过是用手法换牌罢了，还不错。坏的连我巡厂子的弟兄都没看出来。不过那个骰子的事儿，我还是有点没闹明白。
你是怎么接连出四个包子的？那是我的本事。本事？你能把把出包子？不信，我可以再偷给你看。出包子也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本事。我信。说吧，这事我们怎么了断呢？我人在，钱全赔给你，不是赔，是还。你就带了一个铜板进来，这些钱本来就是我的。钱也还了，人也打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哼，照你这意思，你在我厂子里出现被抓了，把钱还了，挨顿打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？哎呦，要照这样，我的厂子以后还不成老千的天下了啊？说，到底想怎样？赌场的规矩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出千，那就是剁手剁脚。不过，我一向不太喜欢剁手剁脚。你赢了多少钱，双倍赔我，我就放你走。我没钱，我只有一个铜板。所以呀，你把你的真实姓名告诉我，我派人上你家去取。你家里有钱赔钱，没钱也没关系，房契地契我都收。我不讲。我替你找到你的家。我没亲戚没家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动我的手吧，来。不急不急，等我真的弄清楚你家里是没钱没地没房，那时候再剁也不迟。喂，香烟，买香烟嘞！哎，香烟。行，有种，打成这样还能自己扛着。不过你以为你不开口，我就查不出你是谁了？告诉你，在锦州这地界上，我江大成要找谁，还真难找不到。很简单，按赌场规矩办。出千的赢了多少，按双倍赔就行了。你这个徒弟今天在我这儿赢了256块大洋，双倍就是512块。零头就算了，你拿出500大洋就行。500大洋？对，500大洋。江老板，您知道，我们只是跑码头耍手艺的戏法班子，这么一大笔钱，你让我到哪儿去弄啊？出千是赌场大忌，我要是不按规矩办，那今后怎么在这行当里混呢？江老板，你就是要我这条老命？
我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呀。哎呀，那就买房了。孙老板不愿意给钱，那就只好按赌场规矩了，切下他两个手指头。哎，不能砍呐，不能砍的，蒋老板，我们变戏法那是靠手吃饭的。可他这双手今天晚上差点从我这儿拿走200块大洋。蒋老板，蒋大成，要砍就砍，别耽误我师父，王八蛋，砍啊，砍啊！普风，蒋老板，我们会把钱还给你的。蒋老板，你行行好行不行？你行行好，我给你立下字据，按手印、画像，什么都行啊。师父，来人，拿纸笔来，让孙老板写个条子。不行。就在前方，未来你我努力改变，斟满酒，高歌欢笑唱明天，手挽手，兄弟肩并肩，勇敢的向前，何为风头浪尖，只为古老的华夏美丽家园。
用爱的手抚去你伤痛，抹泪痕，你我患难与共。天地沧桑间，任凭那岁月变幻，只为不朽的誓言，只为不朽的誓言。